会有啦。你要去那边丢？不要，那水太急了，不要啦，危险啦。不要啦。阿罗，等一下下雨哎、欸，下雨来不及回来哎、欸。不要啦，没有必要啦，跟你讲认真，中鱼了，真的。这什么鱼？打水漂？哎，打火？需要哎。跟你讲，我今天习惯怎么用，我跟你讲怎么用，大拇指给它弹回去而已。真的要习惯？你已经这样没办法再控线上来了。对啊，就把它弹回去而已啊，只用大拇指把它弹回去啊。还是你那里等下用到？然后才会这样，就那个没有空，没有把那个齿轮弹好没，回去再用就好，把它拆掉再一次就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ttle， 今天跟阿伟跑来上次钓成吉思汗的地方。那这里啊，我们今天走了另外一条路啊，这条路呢需要泡到蛋蛋，而且整个非常的湿啊，非常的危险啊，应该这样讲。阿伟啊说，上次钓到成吉思汗之后啊，非常的怀念啊，叫我一定要再带他来搞一次，所以我们今天又走来了，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再来第三次了，应该啦，因为真的是太难走了，尤其是下雨的时候，水太多吼，整个人都要泡进去，太危险。好，那我们既然已经到了，就先开始搞搞看吧。阿伟在上次我们钓到那个成吉思汗那边，那我来更上游一点点的地方。要我是有成吉思汗，我真的是不太想拍，真的是要经过重重的障碍。重，重了。泰国鲤？为什么这里会有泰国鲤？啊，看，泰国鲤呢？那边，哪里呢？嗯？啊，这个很难走、啊，算了，循着阿伟走过的路上去。搞恶心呢、欸，呀，恶心呢！你钓到了吗？啊？啊？我钓到泰国鲤耶、欸！真的、啊？我一直都没喷呢、欸。你呀、啊，中了，应该是成吉思汗的，真的啊！哦，好大一只哦！哦，你看，没有，这很大嘞，比我上次那个还大。这比我上次那个还大啦！好，还不用储存，发一下嘛。把你卡生啊！哇哦，大只啊！没关系啊，不管它了，龟不重要。好帅哦，大曲腰。
没怎么拉力啊，就跟你说，很像不知道靠到什么东西。啊，好大只的区腰，漂亮哎，这嘴巴超大，感谢你啊，拜拜，拜拜。高手 Vitter 啦，我中两只哎。要有耐心 ，be patient，OK？、Okay? 高手 Vitter 看到无？呵呵，龟坏掉了，还是可以用啊。再来，没差啦，算了啦，到时候再换新的啦。你要站住我才对吧？你是喝亚郎呢？你喝亚郎，我只是高手而已啊。那狗狗怎么去对面的、啊？前面那边啊，他不知道怎么去的、欸。哦，呛毒哦！哎，这游过去的呢？他游得过去吗？这站水就很急了呢。笨狗吗？哦，过去了吗？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会打架吗？哎、欸，他好强哦，这样可以游到那边。哎、欸，我中鱼了，真的。那看狗就很中鱼，应该又是区腰大只的。补一下。应该又是大，你看又是大区腰。我都在看狗呢。Nope。来这样，你人要蹲低，你要蹲低，再低，再低，再低。好。阿伟要再打龟。哎，拜拜。太弱了你。真的是正中午吼，鱼不太咬。你看我们搞这么久啊，才那几只鱼而已。然后阿伟今天打龟啊，他要来搞成吉思汗，结果居然搞不到，反而是我搞了一大堆去咬。那这边看来应该是会再来一次啊，因为他没有完成这次的目标嘛。他之后看情况啦，等那个水比较不会那么浊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探吧。那今天就这样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咪咪，我看你要摔几次。我哪知道这里吗？